被君称职委员，星爷上唔捞。其实今次咧，我第一次嚟嘅，所以我都系好多嘢我都系唔系好懂啊，所以我谂我要多啲时间去睇下，了解一下先得。前日赖塞车，赖司机唔识路，持续40分钟，但系都终于蒲头开会啦。点知下昼嘅分组讨论又冇咗影，秒钟几廿万上落噶嘛？寻日政协港澳组开会啊，佢秘书话太迟接到大会嘅正式通知，日理万机嘅星爷嚟唔到噃。他只参加那个人大的这个，如果后面的会不参加的话，10分，10分，100分打10分，对，10分。那如果令到我们会很受扰啊！你们大家天天在门口等他，咁多腐皮，听闻搞到星爷好大压力。寻日内地仲传出佢谂住退出政协添，佢秘书梗系嚟拍手影啦。